要开钻喽！开啊！哭呀哭呀！等一下小雨要认真做披萨，不然看到我的打扮，你应该会起起起。你看他的某种颜色，对不对？又来了，你 是, 不是买那个粉粉的企鹅皮？你进去就知道了。我进去还不开箱买打死，然后结果待会大家都在做披萨，然后有两个人在桌子旁边在那边打架，在误打。啊，那个帮我按雷迪，绿色应该偏有点绿的那个是雷。好的，按一下这个游戏很棒，很多按这个游戏好不容易可以增加到八个人，很多按，结果白板居然是长这个样子，我到底按了没有？我不跟他自己按了。我有按啊，没有，你刚没有，你又按其他两个，不要按，于是才是没按，你又按这样就有这样，他还是有按，他很奇怪，有，我真的觉得超颜色超不明显，颜色差异很些微，啊，我这只是，哎呦，是为了要赚钱，哎呦，他在地底的是怎样，他很可爱。哦，你干嘛打架啦？旁边在打架了，很可爱。打架了，已经是打架了。哇，掏剑了！我们掏光剑了。好，等一下，我先跟没玩过的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就是你按那个，上面那一排的数字一到六，是你有带东西出来的话，就有那个一到六哈。对，对啊，手上要把东西收起来的话，按 V 就可以全部收起来，它就不会在手上。好。好，然后我们这个关卡就是看到旁边这个 order 板子哈，这边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披萨啊，我们做一张披萨有200块钱，你们买衣服的钱都在这里了啊，记得来做披萨哈。前两个我做了。对 对啊，披萨的话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来跟着这个仙女棒走，先把这个小麦拿起来放到桌子上，会变成一个饼皮。仙女棒找老师。仙女棒，好可爱啊！你用你的左手或右手抓着。对，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到桌子上，它就变一张饼皮啊。那个饼皮哦，你就拿起来，拿到那个料上面，把它镀一镀，它就会上去了。嘿，站不起来，它站好难站哦。你跳一下，应该就会站起来了。按容易跌倒。咚，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卡住就会这样。你把饼皮是这样，你把饼皮直接对着食材点，它就叫叭叭叭叭叭，很吵。如果你不想听的话，代表还有上去了。哦，对。哎，我的这个员工惨了吧？人工餐，那个白色方块，然后好了之后要把它拿去那个后面烤炉烤一下哦。好了，它会叮一下，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那你就可以拿去那个了，嘿。我的手，就可以拿去。你的手不受控制，我的手，他怎么说的？哈哈哈哈哈！谁？我的手。这样子，他手了，他会叮就对了。看上帝，有上帝，有上帝。哎，我卡在上面。有人他盯了。嗯，你真的很伸手把它拿起来，你是鼠掉了吗？对，我拿不到，我皮了，我跌倒了。干嘛？哎，披萨好了，披萨好了，等一下。结果。哎，对，就把它拿起就对了。好过分！等一下，白色的方块拿不下来。披萨交出去了，没事了。你要举高一点，对，你要举高一点，你要把它当做 human。哎，你把它敲死了啦！披萨举不起来，不是我敲我。我抓不到东西，抓不到东西。这是超混乱的两派，一派就是超认真想要做披萨，一个在旁边做。你知道我已经做到第六块披萨了吗？我没有在逛街，我一块都没做。我也不想做，上次我老那边做一大堆，钱最少，难过死了。对啊，上次不知道怎么回事。钱不是自己赚的哦。没有，大家一起的，大家一起的，对，所以你们，不是你们要做披萨，你们要做披萨，哎，加油！我是你们的主管，给我做。披萨怪怪，这个你番茄没有弄好。我不要这样子，我搞抱歉，把我卡住了。哦，有死！你刚披萨掉地上，对不对？你浪费食物，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浪费食物？这个。
我这好大声哦、喔，好卡，大声，叫超吵的。真的我是披萨，有人披萨一直在卡物件，好好笑。我一直卡，我一直抖，我一直抖。你找个披萨都得。你真的很容易卡住哎、欸，他今天试完也是一直卡在地板里，你不知道什么。我表卡在桌子。你怎么在桌子上？下来，下来。人多是不是真的东西比较卡？比较难拿，我觉得好卡，比较难拿，特别卡。我的披萨跟口香糖一样黏住哎、欸。完了啦！哎、超会搭了啦！哎、飞走了，你怎么飞走了？他没有看到。有哎、欸，你送餐，你送餐，你送餐。啊！等一下，披萨拿不出来，披萨在烤箱拿不出来。他烤好了吗？他好了，他烧。他冒烟了。他太好了。不行，拿不出来，我觉得有神选之人呢、欸，拿不出来。我烧起来了。我帮你拿出来，我帮你拿出来。披萨，披萨，披萨掉在地板。然后他说：“约约约约约约。”放这里啊！因为看起来你样子，那个没又超出去了，哈哈哈哈哈！超到底下面的啦，他都憋很久了，他那个进超超快的，我快要跟番茄酱融为一体了，我要跟番茄酱融为一体了，不你干嘛？我跟物件互动全部都会卡哎、欸，我天！那你我可能出去要调一下画质，我真的卡到出不来。不好意思，我死掉了。不好意思，我起不来。求救一下，求救一下。好，谢谢。我是真的卡点。啊、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死掉之后，它会有一个倒数条啊，不要按 F 哦，你自己死掉的人不要按 F， 因为那个是让你加速死亡啊。你死掉之后会变成那个观察者看而已哦，不能回来哦。不能回来。啊、请问一下，哦、我真的要叫其他人帮你救才行。我也卡了，我真的卡在番茄酱堆里了，怎么办？而且你吐火，我血只会越来越多。对耶，你怎么不见了？哎，不要血变少，不要打了，我要死啊！我看你死掉，我有没有办法救你起来？我会死啊！好，死掉哦！大家都还在很认真的做披萨。死掉会一个 F， 然后就是其他的队友要去救你才可以。哎、欸，怎么有一个是在下面的？不死啊！我起不来，我拿什么东西都会卡，我躲在桌下。可怜。什么？如果会打什么？披萨谁做的事都做错了。我披萨没有出去啊？为什么？员工餐了啊？做错了，做错就员工餐了。做错一堆东西，那就是员工餐。哎、有人在分级酱里面打人啊，我就出不来啊，我出不来，那就是我们的番茄酱的原料了。番茄酱，番茄酱从那边打。以前不是有说什么中药材是熊猫吗？现在是番茄酱。对，番茄酱，番茄酱啊。这也太多做错的披萨了，哎、欸，还吃我！救命！死人了，死人了，死人！番茄酱死了，我救不了，是不是我救不了。啊！哎、欸、哎、欸，我、欸、怎么一堆做错的披萨？做错来的，一堆做错披萨，这个是有没有考过啊？你看我冒烟啊？有考过啊？有冒烟是可以。double cheese 哎，你懂什么？没有吧？是 double cheese。double cheese， 不要把头塞进火里面去啊！等一下，这有气球在自杀啦！等一下。拿东西拿不起来，我觉得都好失控了。我去当烤炉的东西啊，还是拿不起来，还是乐乐器啊，我们一起变番茄酱好了。好，番茄酱。那个差不多，他手上的最后一块披萨做一做，我们差不多了，等一下关电了，我们要去其他地方了。关电了，不是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披萨 panic， 哎呀，自己拉。哎，大家都有赚到钱了、哦！有啊，三千四够你们玩死，买死地了。三千二，三千那个高出八币哈，做这么多两千八，你看，啊、所以真的有差，没三千四。啊，我从头到尾都在当番茄酱，有三千二哎，好开心、哦。我有三千四哎，我三千四哎，为什么？你看，努力做就没有回报吧，跟我上次一样，我气死。他其实做错太多东西了，我要扣钱。帮我看一下右边高出八币有哪些人没到绿色，你出看看。哦，我绿色了。对对对 ，OK， 有了有了。啊，那个画质如果卡卡的，去调低。对对，大家到那个按 Leave 哈，可以先离开，先去调。然后到 Sharp 啊，里面有那个可豆四十豆，好不好？先去买一下 Skin 哦，没有那个 Skin 的买一下。也OK， 又可以去买衣服了。好开心，对对对。哎，武器是不是要解锁才能买啊？对他解锁点、啊。如果之前前面有先买过一些衣服，来跟大家讲那个钱最要先花在哪里哈。点到那个 Sharp 之后。
左边不是有四个吗？哎，不要看左边那四个，看右边还有一项。我差点就要买下去了。要点那个右边那一个。它里面有就是有什么船啊，然后什么潜水艇啊、飞行啊，什么有的没的。哦，我啥都没有哎、欸。哦，等一下，那就是你还没有玩过关卡，还没解锁啊。这边如果有的话，推荐先买这边，因为这边买了之后，商店里面的那些就是新的道具才会开。哦，哎、欸，今天的每日任务刚好完成哎、欸。哦，今天有完成是420秒那什么哦，对啊。我只能等我们玩过一次之后，我才能买买武器啊。反正就没问题，就可以先买一下 skin， 让大家可以分辨。之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闯关了，不用紧张。你超、yeah. 这小雨真的超像导游。对啊，不是哎、欸，我刚去拯救，把头塞进烤炉里面去了哎、欸。想说这边在斗殴没什么，就有一转头把气了，把头塞进烤炉里面。可是你没能拯救陷在罐头番茄罐头堆里的气了。那个没办法，打不出来。疯啊！我房间开了，好了，可以加进来了。嗯啊，你先玩第一关。对，那个眼睛到底怎么进去啊？眼睛？那个宝石的眼睛啊？哦，我有在他那边有一个告示牌的那个鱼，看看等一下可不可以用。Ready？ 等一下，我买个衣服。好的。好的。哦，我没有瞄他的好友哎、欸。那你刚刚是怎么进来？不是我没有，我刚刚是点，然后就进去了。我要怎么加你好友嘞？我那个给你代码，真的是尴尬了，真的好尴尬了啊！哎呀，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啦！哎呀，等下要说他就是不想加你了，顺便等到这一天要加，超凶，超级凶，没办法，还是被我太久没加好友，要怎么加好友？欸，你按那个左上角好友，右上有一个好友，一个人的一个加加的那个符号。左上角好友，上面有个新增好友。等一下，左上角。你指定啊？哦，指定主页的话是左上角、哦、啊。如果你是开，对对对。所以上面有个好友、啊。本体的话，左上有一个好友。哦、我看到了，新增好友。嗯，哎、嗯。输入，嗯，然后把代码填上去。头像看起来好奇怪、啊，生辰八字。你说你才奇怪？没有，我真的很奇怪。怪怪，应该有了吗？有了，好耶！好的，欢迎欢迎，好耶！好了，你有准备啊？按 ready 的话，波波就进不来。他会很难。我还没按。嗯，为什么我还没加进去啊？差不多到时我还没看到你进来、啊。对啊，对，为什么我看 Steam 我没反应呢、欸？在游戏啊，我看你没有在那个，你没在玩，嗯、对。哎、欸，可是我都有，我没有隐藏自己啊。你加我们嘞？有啊、哦，我加了，我知道了，重开游戏。你重开一次看看。遇到状况，哎、欸，重开，重开最快了，没错。遇到状况，先玩一局，先玩一局，哎、欸，玩了就知道。哎、欸，这个真的是可以先玩一局，最爽最快的。哦，但你，那进去让大家实战一下，大家就知道要干嘛。可能要先看一下大家的 skin 是哪些，认一下。哦，对对对。毕竟它里面哦有了 connecting to server 有了哇嘞，好啊，大家道具要记得拿、哦。画面有拿了，有了。差小雨没嘞，好了 ，Go Go， 好，来大家先认人哦，先认人哦。怎么有人撞衫了？有人撞衫了，有两只鸡。哦，没有没有，有一只鸡有穿衣服，一只没有。对，看起来好像是胸罩，这一定是哈气啊，这一定是哈气啊，这是哈气。哪一个？来，穿内衣的啊，他是哈气。自己举手一下，哈气举手了，哦，哈气，好。
我们就站一个圆好了，站一个圆。好好好好好好。中间那只，中间的谁？那个一只那只，高速。喵哈巴，压死。啊！不要！我需要枪啊！好好，那个是喵哈，他再来红红的那只。晕了晕了晕了！我掉了。空空空。这个过去的应该是杰瑞吧，看起来。对对对。对，好，杰瑞。好，然后再来这个。嗨。我是粉粉爱心鹅。爱心鹅。你干嘛？这是欢迎的部分，死掉啦！死了，一群人死掉了，出了命啦！死掉了，好，下一个。再来下一个。我是法官。法官。独眼法官。哎、欸！我死到旁边的人了。啊！我是音乐耶！学我？什么？谁学你？想干嘛？我是繁星，来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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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啊！烧起来了！烧起来！烧起来了！好好，我是小雨。OK。OK， 那就烧起来！哎、欸，烧起来！掉了，好恐怖哦！死掉了，我死了！我的天哪、啊！你滑这么快啊？大家都好混乱。按 Ctrl 可以往前滑，然后按那个驯服吧。哎、欸，顺带提 Ctrl 撞到人会死哦。哎、欸，对，会晕，然后也会死掉。是全部东西都是有队友伤害的，嘿。这是一款很棒的游戏。对对对。然后你按 Shift 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个类似像是热感应的东西。哦，有。对，然后如果是敌人的话，它就是一个红红的。然后通常如果是我们左边上面有一堆那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如果是任务道具，通常会是黄色的。任务道具是黄色的。对对对，通常是黄色。中死啊！哇！是我们见过最可怜的企鹅了，好惨哦，好可怕。他可以拿他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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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走。我要举着荧光棒。好啊，反正这关呢，这关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到钥匙。然后把钥匙带到床上，死掉了。啊，左边的任务，如果你嫌字太挡路，你可以按 N。对，按 N 可以把它收起来。啊 ，OK。这是啥？哦 ，OK。哦，哎，怎么开？怎么开？这个按钮就是你碰它，它就会打开；再碰到它，它就会关起来。哦，碰到就好了。对，碰到就好了。哦，哎，加速！哎，这会卡，这会夹东西的哦，完了，夹很危险哦，有人卡住了，有人卡门了。哎，你要往那个门的另外一边走，就会走出来。杰瑞被卡住。哎，离开门的方向。好，我等下，在睡觉。有了，拿枪啊！好，走了。阿哥，钥匙包。哦，我死掉了。好危险啊！就是我跟你讲，我没有逼我。啊，有好玩哦！我觉得球棒好猜。钥匙房。被霸凌的是群企鹅。这有钥匙啊！这钥匙啊！所以我钥匙要把它拿起来。我是走到回出口啊！你走错了，钥匙了，卡住了，哎呀，卡住了。我看到出事了！我没有打你，他就躲在这里，我拖一下。这钥匙也太旧了吧！哈哈哈哈哈。这个睡觉的企鹅是怎样？那是他晕掉，我以为他没死掉。他没死啊！我拿枪打他。繁星要不要跟我去看？他只要没记地就死了。走啊！哦，这钥匙要拿去哪里啊？哎，等一下要去船上，可是这张有一个。这就出去了。不是通常会有一个挂号写那个 optional 的那个是支线任务，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解。走啊，哪次不解？来跟着最远的，对，都跟着我们走。在这边，对。在哪里啊？出去啊，不出去了。对啊。你们看雷达，应该看到圆，有一个圆圆的。好像有人没发光哎，等一下哦。啊！等一下，我表哥谁在看？没有，有人没发光，真的没发光。哦，我这边好像大家都没发过，看我是有了。
这边吗？哎、欸，你过头了，我们在左边。来来来，这里这里。哼，你的光景也超恐怖。来这里这里。哎、欸，我卡住了，有一个山洞里面。啊、在哪里？骗人！卡住，骗人！他骗人！他骗人！他骗人！我进去。耶！耶！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一直都还没有解开的东西。对啊，还没解开假的。要干嘛？对啊，因为那个 option 其实都还没解。这有一个很像鹦鹉的人，去跟他打招呼。打他吗？打他吗？打他吗？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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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以为你很凶你哈？啊！我哎，跳了，好巧。哦，是土拨鼠哦。那是土拨鼠吗？有点鼹鼠之类的。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死了啦，应该吧？等一下，等一下，我帮他打一下。有两条路哎、欸。等一下，救人啦！没有那个眼睛，偶尔听到。哎、欸，我听到怪声音！哎呀，慌了慌了，这什么声音？不是，不是怎么会打我呢？这鱼，他要鱼！哎、欸，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真的是给鱼啊、哦！我手上，我手上有这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他是不是死掉了？他这个告示牌有这个鱼啊！他死掉了吗？打到鱼。我有一个炸弹鱼，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看起来很像。颜、啊、色看起来不太一样。哎、欸欸欸欸欸，死掉了，有人躺了。他死掉了，这 NPC 死掉了。哦，那这样怎么办？哦不要理他。哎呦哎呦！为、哎啊、什么爆炸？鱼爆炸，鱼爆炸了！踩到炸弹鱼了。哦，我记得刚刚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啊。刚、欸、地上有一个炸弹鱼。对啊，刚刚不是不知道跑哪去了。那个 NPC 拿着的吗？死掉了。对啊 ，NPC 的那条。死掉。哎、欸、啊，那个是不是武器啊？我记得有一个武器鱼，好像是长这个样子。哦。找 NPC 手上拿的武器是不是？刚刚 NPC 手上有一条啊，可是那个鱼刚爆炸之后不知道去哪里。可是他要我们找的是 Penguin Dog 啊，就是他在里面啊，他看起来在里面啊。哦，就这个鱼有办法用手拿吗？可以，空拳。可是我拿不到、欸，按 V、欸、真的耶，按 V 空拳就可以拿。会不是这个？那该不会是要买那个道具吧？就是穿墙的那个。翻新那个吗？穿墙吗？我不知道穿墙那个道具是哪一个。没有拿到。没有拿到，对。好像是什么传送门之类的。好可惜、哦，我以为是那个炸弹鱼把它炸开，不知道哎、欸。按照邪教图是手上有鱼啊。好吧，那就没有、嗯。好吧，没办法。我们就是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这个要怎麼開。欸、没有人拿到钥匙。有啊有啊有啊。然后、啊啊啊啊啊、一直抓着，不是拿着吗 ？OK， 我一直抓着。好，来来来，那我们那个原路返回，原路返回。所以那个洞在深处没东西啊？不，就是没了。哦，你说往上走的话，是我们走的重生点。哦，那边上去就回去了。哦哦。它是两条路飞起来了。哎、欸，你很敬业。你刚刚说回去了，你手还往上举一下。对啊，导游妹。哎、欸，回去了。哎、欸，死掉记得救一下哦，不然他最后没钱拿哦。哦，那要单独行动很危险的，又没人救。对啊，你如果死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就没有办法喽。就真的死喽。金价细飘飘。大家出来、哦、出洞之后直走哈。直走是不是？对对，直直走，直直走。走，是那个船吗？冲啊！有看到导游举着手，嘿，在这边。来，你左边看到的是我们的北极海，右边是我们的南极海。有没有看到这个火？哎、欸，那个导游在喷火。看不到。导游在喷火，那大导游喷火。哇！导游还在表演特技，很辣，很辣。好吃，好吃。这里，在这里。哇！荧光棒来了，来了，荧光棒，荧光棒。要点名，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都到。好啊，大家都到了吗？我还没到，我还没到。还有一只企鹅，还有一只企鹅，还有一个还在门口，还有一个还在门口。不要偷打导游，导游拿武士刀砍你哟！哇，好凶的导游！哎、啊，我飞走了。你怎么了？不爽，我跟不下去了。这个船有破洞啊！哎呦，要跳一下，小心点。我们当时还把这船推开超远，我们就破不了了。哎、欸，等一下，谁按了？没事吧？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哎、欸，水准哎，作者，作者、欸，我在船里面的啦，哦，跑到船里了啦，没有搭到哦，笑啊，大概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哦、喔。好，好，后面就没有导游了，后面导游来搞事了。我去换个装啊，我去换件衣服啊。啊，请问我们这样玩了一个之后有新武器了吗？我们有解锁第一个建筑物、欸。对，要先开建筑。我看你们可以出去看看你们有没有建筑物。我们现在不是玩几关吗？就有几个建筑物。
建筑物，对，一样是刚刚右边那一个。没有，他们要自己要有过过才会有。对啊。哦，有解锁。Construction。哦，然后有哎，那建筑物东西就是会解锁里面的武器。那我来看。我这有钱吗？为什么不让我买？哦，是那个下面有一个很大。下面有一个很淡的，它有一个很淡的超级超级淡的黑字，在左边中间。白痴哦，笑死！他有些东西有点不直觉哦。说假，笑死！说假，还是不能买？那个我妈给你买了吗？我有解锁一些东西，可是好像还没办法。千块是解锁什么？不知道。对，解锁有了武器那些，大家稍微全部看过一次。对，我要平底锅，不一定他开的是啥，不太一定。这是哪一关？不能买。那个厨师。好。厨师好。我再带一堆耍智障。一万块。我要带耍智障的东西。我要，我来看看。哎、欸，有暴暴雨哎！你要不要难度调最难？好啊。那个虽然他们不能看雷达嘞、欸。OK。你说需不特哦？没关系啊，不需要啊，我们实况组哎、欸。我们是实况组。我有戒，反正他们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办。我等一下想要买戒，卡在这个厨师一直死掉，那就不会啦，我自己去打超难都可以过。哦，你偷完？那我不是赚钱，我之前赚钱就靠厨师啊。你说先买船哦、喔，就是都是能买就买啊。我刚刚那边可以先买就先买，因为那边才会开新的道具。我们用才能买啊。你那個、它的左边中间下面有一排比较淡的那个字，你找一下哦，有看到有看到了，对对对，要点那边才对，超级淡的啦。真的太不直觉了、欸。你放心，他们等一下去考试，我等一下跟你讲，我发现了一条很快的、欸。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要直接跟着你们走。哎、欸，我们用喷射背包飞走了。没错，我用飞的飞走。那我要拿枪把你们打下来，先把你打死。好坏哦，小平哥，哎、欸，他也要很准啊，没关系，我们飞吧。我们就直接开飞。卡波波，来了来了来了，对不起。嗯，尾数。等一下，一直在等一下，有其他人按。它的框框也变成打勾的样子就好了吧？调这什么颜色？对啊，是颜色改个对比色。换个对啊，换个比较。然后它的白板稍微拉长一点吧，都是八人。白板那时候真的超好笑，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白板看起来只能塞得进四个人，要怎么办？我以为字会变很小。有八个人玩吗？住在一起。啊，怎么了？其实地图是有连贯的，好好笑。原始。是你死掉了，是我死掉了。哎、欸，你是冰企鹅是不是、啊？哎、欸，你是那个宝可梦那只对不对？对，他冰企鹅。头上是虾子，你要去调个颜色，它就变成冰企鹅。把冰块拆掉，好，我要拆掉冰块。它这里有全套，为什么？啊，全套。那一张，嘿嘿。哪里有全套？全套，哎、欸，对，那边卡一个全套，为什么？为什么？哪里？是有人的道具的关系。这里啊。你看到吗？对，是 bug， 有我看到，感觉应该是显示 bug 吧？应该是显示 bug。我没看到，但我手上有拳头。哦，那应该是喵他的显示 bug。哎、欸，等下我的血怎么只剩下一滴滴了？有人在乱打人，波波你看。好啊，简单讲一下这关的目标。这关的目标是我们要去找到有一个厨师，然后把他带回来船这边。然后厨师不能让他死掉，然后还有要去找一件就是厨师的内裤。内裤。内裤。哎、欸，我也有，我是会呼吸的伞，雨伞，是水母，它是水母，哎、欸，呼吸，胆汁呼吸，啊，为什么真的有人死了？他守卫啊，他守卫，不是啊，不是啊，这边有队友死掉了，救一下，救一下，好，大家继续往前走啊、哦，你放心走，放心，这边，哎、欸，不行。偷看，不可以！有人拿枪了，我被射到了，死掉了！交出你的背包，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你交出来，我就打你，或者是你跟着我们走。我们这个时间倒数要结束了。好了，那就你了。死掉哎！我走了，走了，我走了。我们这边发呆吗？没有啦，走另一边啦。我走正门，他那个是另外一扇，另外一个道路。另外一边，
我天哪！猴子好奇说他要看什么？没有，这边是速通道路而已。哦，门开了吗？那边有要个钥匙。门开了。那边你们要把门打开才能进。哦。卡住了。这样直接过来比较快，回去也比较快。嗯。啊，我卡住了。那个要开锁。哎、欸，你们带解锁器吗？哦。啊。有吧？打掉就好了。那门响，哎，我不要打他。进来会很多，而且走了三个，很多，而且这个他们打得很痛哦，很准哦，我死了，他们打得超准超痛的。我要在这里看一切，啊，我要死掉了，我要死，哎，我的视角好奇怪，救命救命，救了，不是我的视角一直走了，去了平台，不是你啊，门口，哦，你哪里家？哎，到了，我飞走了耶。我刚刚第一个是跑过来这边坏饭哦，原来他是坏人。对，我们要做菜，耶！这跑不动去吗？哦，这个要跳一下啦。哎，白痴，我怎么自己软脚了？是怎样？你要跳一下都要再按一下。哎，我们人多也可以玩僵尸，对不对？可以。哦，对，我们也可以玩僵尸。来了，我来了。我们快去！战舞，哇，好烦哦！我一直你也没什么、欸，我一直陷在板子里哦。啊，这边上面没什么东西耶、欸，好烂哦！我不能会车哎、欸，这里很穷哎、欸，好多敌人哦，这里很穷。对啊，怎么会这么穷啊？真是穷，穷啪啪。好卡想要找，好卡，好卡！想要找个值钱的东西，找不到呢。死了，我死了，你死在哪里？因为你死在哪里？那个黑色的企鹅。哦，耶、yeah ！我是你。哎、欸，我怎么死了？啊！那里面有一只那个啦。企鹅在哪里？哎呀，我偏。里面，是里面。啊！我丢了炸弹鱼了啊！好可怜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好好笑，这仙女棒弄起来的，好好笑。我、哦、这边好多、哦，里面好多只啊！冲啊！啊，我被卡住了啊！耶、yeah, ，这是哪？嗯，喂，仙女棒吗？啊，仙女棒很赞诶！我是倒了。啊！我打到杰瑞了。啊，这里是要哪去哪里啊？哎，不是，好，硬A，你都 A 死了，硬A，直接把都 A 死啊，还是第三人称好了，啊，自己了，第三人称会比较好看，第三人称，哎，嘿嘿嘿，哎，锵，法官，你怎么打在地上了？法官也不知道。法官被抢。法官，我怎么都没头绪。法官，你怎么在飞？法官，我不知道有飞起来。哎，触发了，触发了。我刚哎。刚刚有听到咚一声，咚一声就是有任务结那个完成，对，任务完成的声音。哦，好好。对，我们现在找到厨师了。好，哎，我死了，白痴，原来他会打人哦。哎，小心，厨师不能死，厨师不能死，死在哪里呀？任务就失败了。哎，被烧死了，阿叔了。哎，不是，哎，他刚刚直接枪口对着他，哎，好扯哦。来，你要绕到他背后啊。我刚刚以为他不会杀人，对不起，喵哈，还是调那个有雷达给他们看好了，不然怕他们没有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中等吧，对啊，中等就有了，中等好像看不到队友而已吧，不一定，有时候他很那个，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好了 ，Ray， 来了，我有按吗？有。真的是来有了，从头开始。那厨师可是两阶阶梯高，摔下去就会死掉的东西。嗯，对，好扯啊、哦！脆弱玻璃人呢？他很脆弱的，全部都能卡在这边，不要卡在楼梯上，下去。来，你们按那个 shift， 我就继续按 shift， 有没有看到黄黄的圈圈？有一个黄黄的圈，对，那就是任务目标。那个、厨师，对、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 option 之前任务。对，好、啊，嗯，冲啊，这
通啊，我总觉得企鹅走好慢啊。那很快，你看。可以用溜的啊。那超快的。用溜的啊。那走路超快。溜得很快。就用溜的。溜得出去还可以撞人。刚刚解锁器啊，不是用拿，不是拿冰箱拍的。你是不是走？走这一边吧。走左边、啊，左边。他虽然走在右边，可是要走左边，好不好？哎、欸，有人想要飞上去，有人想要飞上去。这门怪怪的。这门坏掉了。真的怪怪的啦。这门在搞。我被卡在门了啦。我的手被门卡住了。平底锅卡着门了。我的屁股卡住了。咦，把苹果的收，苹果收起来看看。我看你的脸现在变得好奇怪啊！有收起来了，哦，有解脱，解脱了啊！这个头卡住的，啊、我卡住了，头过身就过好吗？小雨，我过去啊！哦，什么鬼？吓死我了！我过不去的，哎、欸，我死掉了！你怎么死了？我不知道。啊，这个锁是在干嘛、啊？会，手会抽动。我的头卡住了。锁、啊、有开？抽动哎，锁在抽动。哎呀，锁掉下来了。可是他在抽动，他一直在上上下下。下去了。我往前推吗？没有，梗卡住了。哎、欸，我、哦、卡一半过来了，快了，过来了，我过来了。有了，有了，有了。没有，刚刚锁没解掉啦。用我的身体把它打开了。等下你头先解掉。我刚怎么卡住了？我的香蕉皮被团团踩的。我现在是拿打还是什么？我要死你！好啊！旁边旁边，我笑死！那个香蕉皮很稀有哎、欸，一局就一个哎、欸，是很珍贵的哎、欸。打我！打我！打错人了，我认错人了。哈哈哈哈哈哈！哇，你很会飞耶，你马上飞上去。啊，我死了。哎，谢谢。啊，你怎么死了？上面有敌人。好好。可以打我啊、哦！我觉得在香蕉皮的画面，我回去播个视频。哎、欸，等一下，原来雨伞会飘，我走路会飘。它是滑翔啊，对，它是滑翔翼。哦，那时候我先买的这个，超好玩。等一下啦，好多好多好多，我这里面超多怪的，好多饮料，好多饮料，是玩闪的粉气儿。哎、欸，哦，还是被机器打到了。我要来 ，hold 狙。哎、欸，好危险哦，好危险！真的觉得好危险哦，看他玩笑。我不能靠近人群，太恐怖了。打屁股，打屁股，打屁股，还死！哎哎哎 ，Q。你要冷静一下吗？你要冷静一下吗？你要冷静吗？我有、哦。冷静生气哦。阿宝冷静哦。冷静生气哦。不要去误伤队哦。要怎么笑？不同企鹅有不同的叫声。对啊，他们鸡的叫的好像不太一样。好吵哦！突然共鸣了，好吵哦。get 前面厨师呢？小心哦！前面就是喽。他怎么已经走出来了？哎呦呦！绕走他，绕走！为什么你在这里啊？把他抱走，把他抱走，把他抱走，把他抱走。香烟上不认识你了。等下等下等下，他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了。你打一次，打一次，快把他带走。是是，他晕了，他晕了，他晕了，睡着了，可以带走，他晕了，他晕了，带走，走了，走了，走了。他厨师嘞？不是带走了，厨师带走了，被带走了，走走走。我怎么卡在书桌上了？哦，谁卡在书桌上？我刚刚卡在书桌上。哦，再看要不要拿他的内裤啦。我们去找他的内裤。在哪里啊？你看，你按 paper， 不 ，shift 会有一个红红的那个点。你也奶沙哦，我看到了，我是奶壳，不是奶沙，有点像一个奶壳陷阱，很像陷阱的图，一个陷阱的，很远呢。你可以去啊，我不能翻窗出去哦，这气好烂，这气的手没力啊。对啊，那谁走那么快啊？好远哦，哈基，哈基吧，哈基在前面，哈基吧，哈基，哈基吧，我脚卡住，我。这只脚真的很容易软诶、欸，它是要吃补钙吃的，是不是啊？需要补钙的。一直扔它呢。啊！我的头钻进去了。阿基是不是？
他技是死机哦，他技能在，我技把他缠起来了，他缠好高。内裤长怎样？哦，在上面。哎，我跌倒了。球棍，那这可以吗？足球吧，打的吗？你怎么是拿沙滩白球啊？哎，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哎，这光剑好像没什么伤害一样哎、欸！天哪，你都砍到我哎、欸！超级没伤害了，是那个吗？你拿到了，你拿到了。等下，怎么？你拿考卷拿到内裤了？是点点裤子，他是点点裤裤，点点班。飞起来了，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为什么？混蓝？为什么你拿荧光棒？拿仙女棒打我？我拿仙女棒打你！再一次，再一次！哎、欸，我我拿那个雨伞加仙女棒太扯了！哎、欸欸，超高超高，我不啊！就跟麦克不见了，来我打一下。哦，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哇！什么都打飞出去！哇！好好玩呢、欸！我在天上飞。你还没下来哦、喔欸？可以抓着人吗？欸、小雨，那个喷射背包加仙女棒哎、欸！啊，这都能下来了，我下来了，好像还好可以抓着人吗？没有，好像就是喷射背包。你在打靶射是不是？这样子有抓着你吗？有、欸。小雨，你这样子打打飞得起来了吗？哎、欸，我来了，我来了。啊！哎、欸，死了！不行，你太重了，不行，飞不起来了。再来，再来，重了，法官，法官太重了。有人在后面偷拿起来，拿那个冰淇淋。不要，好难射哦。啊，走走走！他的枪要瞄一下。你 got the lady osa 啊！我偷看。你这个明明就不是那个。哎哎哎，杰瑞、欸欸，怎么结束了？哎、欸，我还没到。还是我死掉了？内裤送进去而已呢。哎、欸，因为人进去啊，人可能也人进去了，人进去就算了。哦欸、很多钱呢、欸，那行都有，有钱哦。有啊，后来有。对呀，好多钱哦，到了好棒哦！我要去看能不能解锁建筑物。OK。哦，好少、啊。没问题。我烂光剑啊！又要烂光剑，真的明明那么长，砍出小眼，看起来很帅。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买。我换武器，有了，我有东西了。钱不够，我喷射背包只要500块。他是算哪一个啊？他是背包第三个吧。船。我有 ice cream， 有哎、欸，这明明就是5000块。Jetpack 呢？啊，我也不知道哦。5000块喷射背包、啊。这是什么？我操！好贵，都好贵。2000块。我也想买雨伞，看看雨伞在哪里。好了。继续赚钱。雨伞不知道，不知道第二样还是第三样吧。我在看那个那叫什么，可以穿过去的那个到底是哪一个？对啊，我想知道哎、欸。对，我也还没看到、那個。因为那个城堡那一关会卡在那个东西上。啊，我们关玩的超迷的，花了快一个小时。太久了吧？所以一直都没打过。然后看网络上的过法是直接用一个道具可以穿过门墙壁。哦，那正规的吗？哎、欸，正规道具啊，它是里面的道具，没错。看不出来是哪一个哎、欸。啊，好好玩哦！加入，你玩这款玩多久了啊？啊，我们开两次台、我们开两次台玩，玩一个4小时，一个3小时。对对对，完了，好像都加不进去了，我也加不进去了。房间没有，没有人开房间啊，谁说出来？我在逛衣服啦，等一下啦。没事的，别紧张，别紧张，不要再买东西了。好了，我来去 hold 一下。小叔，你怎么好像怪怪的？我等一下吧，我逛个街嘛。没事。导游，我要带这个。下一关是那个潜水艇那一关。好。哦，潜水艇。哦，然后还有时候我们解锁东西会不一致。好。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解锁到烤面包机，就他们都没有。
哦，对，我们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烤面包机。哦，没有，那我等一下带烤面包机。OK， 我开了。好，加入，我加入。我要带一些高斯的东西。那颜色有时候有一些没办法套上去耶，然后加我又加不进去。衣服不行 ，skin 可以。不是像刚那个帽子、那个箱子，他们要改颜色，我重开。你要把它脱掉，再重新再弄。或者是它有的颜色是比较有些可能怎么讲，很有些是很不明显的颜色。哦，那就重改而已。对啊，这改不了，变不能变变气了。哎，可惜。我带奇怪的东西，对啊，我再按一次，那要不要重开？我重开了，我也重开了。哎、欸，哦，他每次 leave game 都要好久，多卡一下先。Host game， past word， host game， host， host game， 啊？我打这么久只有打倒十只企鹅，打队友不算啊。他要用枪打倒的才算，或者是你要看哪一种。对，上次他说 knock down。上次我们玩了三个小时，喵他一直都没打死。嗯，才发现是要用枪射死，要用枪打。喵他全程都用棍子在那边打，他全部都用棍子一直打一直打。我重开好，我也来重开一下好。我加不进去，我重开。Yeah， 进来了。我现在重开游戏，我应该说重开大厅，你们应该加了进来。对对对。我也带奇怪的东西，嗯，刚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不要这个了，垃圾。冰淇淋可以干嘛？你有冰淇淋？对，我有冰淇淋。会让人家被还速。刚刚不是有个喷火的吗？你想想看，就是喷冰。哦。可是火辣椒比较强，辣椒有伤害，冰淇淋没有。没有，我就是搞人心态啊！哦，我就是搞人心态。插团团儿，好，好，我刚开好。我刚刚买的东西还没有在我的仓库栏里面哦。哎，怎么可能？照理说应该有啊。会啊，对啊。他已经扣了我2000块的冰淇淋了呢。哎，冰淇淋不见了。冰淇淋出现了，你冰淇淋被吃掉了。你是买建筑物还是买武器？你要先买 construction 買那个建筑物，先买好之后再去 weapon store 那边去买。对 ，weapon store 里面要再买、喔、哦。你只是买了一个摊子，你还没有买到冰淇淋。對對對哦，你还没有原料制作冰淇淋啊 ？I know, I'm sorry。我看看，哎、欸，现在是目前那个锁好像还用不太到，解锁器吗、啊？一个人带就好了。这一关有，对，只要有一个人带就好了。小鱼，哎 ，Go。Hello。锁其实上一关有用到，只是一下子而已。对，嗯，只要有一个人带 就好了。对，哦，好暗哦。哎，我来带，我带，我要提灯来了。啊！你那什么东西啊？哇，镭射笔！没看镭射笔，来跟导游走啊，怎么样？提灯的表示不想接近。没有，你那个是用那个啦，那个去看夜景的时候才要用，然后照天上的星星。哦、大家看那个哦，上面那边什么都没有，而且走错路了，不好意思。走错路了，不是要经过？不好意思啊，导游带错边了啦。烧起来了！我记得要经过一个被吊起来的企鹅。对对对，这里。对。完了，我卡在船上了。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救他了？我现在可以救他了吧？哎，我死了。他们在后面的那个船上，哇！你跳上去的是下不来的吗？跳下来吧。没有，你让那个小雨用那个魔法棒打一下，魔法棒把你打一下。哎，我没带魔法棒。我有。有了，回来了。哦，没有，我看你还在那哎，对，看你还在那呢，又被拉回去。啊，谢尔哈！哎、欸，谁的喷火器？谁的喷火器？哇，哈基，你永远都要在船上了。哈基在哪？我来了。谁的无人机啊？是没有被箭戳。哎、欸，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我丢一下哈基。哈基不要动。哈基过来一点。我现在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离开我的无人机。有了，救到了。有，出来了。我去哪里的？太远了吧！你不要拿雨伞，不要拿雨伞。啊、哦，有了。这个，请问这是小雨吗？我的，我要把它拿回来。
哎、欸，你不要把他推走，我要把小雨挤走。不要把路人机推走。哎、欸，他怎么救啊？我就不知道哎、欸。哎、欸、哎、欸，我的无人机，等一下，等一下。你的变态好笑，是不是不小心抽到他就会死掉？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让他死掉啊。所以他不会死哦。我不知道啦，我们那时候是打他旁边的线，打不到他、啊，就因为他太高了，我们打不到。我有那剑鱼抽得到吗？啊啊！抽到人了！啊啊！这关也有那个会哭的啊，不是吗？对啊啊！那个哭的，你应该拿那个苍蝇拍给他们看呐、啊！啊，对哦，我忘记带苍蝇拍了啊！对，你在干嘛？一直卡我，我打你！你在挤我！哎、欸，我们先往上吗？我们先往上，还是先往下？先往上吧，往右边上去，走走走。真的是在爬山呢、欸？为什么气了要爬山啊？为什么？有没有很快？有没有很快？你不先吐槽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么暖和的地形吗？我们都会拿一堆武器的。啊，拍谁？我拿剑鱼啊，超大只。武器通常收起来比较好哦。哎，刚刚是有人在我的剑鱼上面。哦、你那声也太有趣了，是消音枪吗？我是那个，哎、欸，这个应该怎么讲？机枪？这是 吗？是要从这边进去吗？机枪，这个叫什么？冲锋枪？你猜猜看啊！耶、欸、啊！对，这个那个，先把门关起来啊！开门！镜中情人那一关，嗨！哦，对，镜中情人。哎、欸，我死了，我被打死。啊、对，我们可以进去看军中情人。军中情人，对。哎呀！我完全不想进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发生什么事啊？没有，就只是在肃清这里而已。顺、哎、便把队友也肃清了。哎、对、啊啊。快跑！快跑！里面有凶手！啾啾啾啾啾啾啾！啊！我对不起，我倒了，我倒了，我倒了！我看见你看死。哎，这是什么鬼啊？来来来！哦，等一下，他看着，哦，拉的有点大颗。哎，不是，哎，他死了。哎哎、欸欸，不要再打了！我要请吃烤面包鸡喽！烤面包鸡，好酷哦！哎、欸，这个也太高清了吧？这个钻石，哎、欸，这个矿物啦！哦，你在下面哦！哎呦，哎、欸，团团团，不要再，你看一看烤面包鸡，哎、欸，好赞哦！他真的可以打人吗？可以啊！你看啊、哦，你看、哦，你不要动、哦！他这边的他这边的人好像很可怕哎、欸！我瞄不到，没有啊。没有反应，没有感觉。你的面包呢？再次，再次，再次。哦，你面包被吃掉了。没有，他发了有没有？哦耶！我还白痴哦。娇，你好可怜哦，你怎么在哭？在哭哦。是队友。你在哭啊？在哭哦。你在哭哦。有了。这里哦，好多人，好多人。嗯、你按 tab， 虚无的看他们。啊！干那水！哇！乱出错！哎呦，被乱棒敲死！哎呦，我、哦、真的这边有一点乱、哦！哎呦呦！哎呦！啊！场面很乱，场面很乱！啊！我的脸好扁哦！求救！求救！我的脸怎么那么扁啊？我的天哪、啊！我也倒了！啊！倒了，倒了，倒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我要从哪里找到你的书体？在哪里呀、啊？哪里？你也被哪里？在哪里呀、啊？哪里呀、啊？在哪里？啊！他这个的潜水艇东西在上面呢、欸。啊，是潜水艇。我要找到控制室。哎、欸，军中情人队，我们怎么没看到、啊？对啊，怎么没看到？啊，这里啦，这里啦，这个吧。不错。前面吗？这里啦，这里啦，隔壁房，隔壁房。哦，前面这边。你们要过来看军中情人吗？好啊。不错。哪里？哦，对，就这里，就这里。这里吗？哎，那边提灯了。哎、欸，你们走回来，走回来。走回来。对对对。哎、欸，这里不是这里。潜水艇下降。等一下啦，就现在看那个啦。军中情人，这里吗？来啦！里面，里面。啊，你说那海报吗？对。哦。那军中情人。什么啊？军中情人啊。哎，哪里啊？
哎，我看到墙壁，墙壁，墙壁。哦，拉布拉布，哎，其实跟我有点像哎。哪有啊？跟你差这么多，这是大家的军中情人有爱心哎，差这么多，你这是盗版的。是有想上我？没有，是死鹅了，是死鹅了，死鹅了。哎、欸，卡住了，卡住了！为了我的实况画面照明中，好挤，好挤！哎呀，怪我真的会失真哎、欸，怪没有，他现在有些东西太多的地方，你们会吗？下水了，下水会上不来吗？你要从另外一边走，对，要走到另外一边。拜拜。你直走左，你游出去左边，左边，左边。对对。哦、好。啊、你不要、哦、不要按那个潜水体按钮，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还有任务没解完，还有两个其他的、啊。我知道，我知道。好，我还是我们哎、欸，他们那两个任务在哪里啊？在那两个下外面，我们大家一起游出去啊！游出去好，我们一起下水，啊、一起走好了。下水對對對哦哦，这要直接下水哦。对对对。哇塞！所以我下水是对的。天哪，这个游水的，你是不小心跳出去？哇哇哇哇哇好像我们好像浮标、哦。这边要开锁，这边要开锁。好弹，好弹。浮标浮起来，哎，这里，哎呦，开了，我被箭鱼戳到，这没有伤害啊，我被箭鱼戳到，这边掉针哎，对吧？这边怎么这么卡？因为我知道，它前面有那个镭射激光，耶，镭射，我在想说是麦块那个过图没过到，有可能，知道哎，我目前为止都没有卡过，你们两个都没卡过，就觉得很羡慕哎。目前我还开那个最高解析，进去来滑过去，哎、欸、滑过去吗？哦、欸啊，我们过头是不是？啊，你们在哪里、啊？哎、欸，我滑过头，我滑过头，滑过来了，我滑过来了，你们被打一下。哎呦，它里面有声音，这是不是恐怖游戏啊？这不是的，恐怖企鹅啊！这里面有 die people 哎、欸，这是个我刚刚来的地方、啊，我刚刚开关。这是这里啊、哦？这边不是这里吧？哦、这是控制室哦。对啊，在控制室。要去那个啊，往山上走。哦，所以要回去是不是？要回到船那边，然后往下走。啊，往上啊。所以机关这个应该不是吧？哎，所以这个机关这个还要回过去吗？这那边是出去，回到船那边。哦，所以机关不是哦。回到船，他说机关是干嘛的？激光是我们从那边点，它如果点的船啦，它是半线钩啦，对面有东西射过来，对，它是半线钩，会有子弹射出来，对，这要怎么回去？这里啊，走这啊，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突然掉了，突然掉了，你们从水那边是不是？导游呢？我们导游呢？不好意思，导游先绕路了，要去买欧米亚给，导游去找另外一条路。我的灯是不是浮浮沉沉的？对，抖音。我们在海上，然后怕被雨淋湿。这里。哎、欸，我今天出门回来下雨，好不爽。最近应该都会一直下。台北已经一直都在下了。我今天这边没有、欸。快了。我今天是刚好就是出门的时候没雨，然后就要回来的时候开始下，超气。我这边就是一开始的地方了、欸。对啊对啊，我们刚有个上路跟下路嘛，我们这次要往下走。你要往下走、哦。下。疯狂掉，完了。哎呦呀，没关系，你越这样讲，我越觉得不孤单。对，因为之前这座只是一个人在卡而已。对，有没有都到齐？有没有都到齐？你们算一下。哦，你们有人飞机没认领走、欸？真的是小雨吗？抱歉啦，我的飞机在路上啊。你的飞机一直在那边啊？对啊，我不知道怎么把我的飞机收起来啊。是往这边走嘛，对不对？这里的怪是不是很恐怖？很凶。还这里的怪好像很凶的。我没有评你过哎、欸，怕啥、啊、？OK， 你可以跟他评。我们这么多人、啊，没事，死了可以救钱。对，对啊。哦、我们跌尸流吗？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博德！评价博德，这是在爬山呢、欸。爬山呢、啊？哎、欸，爬起来呀、啊！偷打，不，棍子不小心挥到了。哦，他们那个，他们在草丛里面呢、啊，好危险哦！蹲啊，蹲草哎、欸，盖伦啊，来，
啊啊！砍错人了，砍错人了！自己人，自己人都是黑色，是自己人。你刚刚太像了啦！真的耶，雨月，你刚刚跟长得一模一样哎！越南大战，你们不要打、啊，看不出来、啊。我要用热感像仪来看了，好危险哦！哎、欸，对耶，其实有视物都可以来看。我们当然可以用热感在右前方。嗯，我们要先去偷宝藏，然后还要哎，然后找那个很吵的布丁企鹅，很吵的布丁，害怕的布丁企鹅，受惊吓的布丁企鹅，上面是不是在房子上面，直接挤进来耶，嗯，找不到，里面有人戳他，里面有两只，它是大只，啊，你，啊，他死了，啊。真的是惨案耶、欸！我觉得我听到是别人也死了。你们在爬那个鞋会？好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我从头到尾都在旁边。死透了，这个吗？这个箱子箱子箱子，我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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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怎么卡住了？不是啊，那个大企鹅那边卡路了哦，走开啦！好吧，带回去。大企鹅，你要带大只回去吗？大企鹅带回去有加钱吗？没有。没有，好玩而已有拿走拿走。另外一个是下面找很吵的企鹅，这样一起带过去。看到红色那个圈吗？是红色，你红色那圈是红色是支线不是吗？那还有个蓝黄色的嘞，潜水艇吧？是吗？那个红色是黄色是潜水艇还是红色潜水艇？我有点忘记我们当时怎么找到那个会叫的家。要找有一个洞，有一个奇怪的洞。后。那我们只走左转啊，跟着繁星走。路痴。哎，这次出来没有那个了哎、欸，没有那只企鹅在等我们呢、啊。繁星在哪里？啊、你们在哪里、回来。我们一群小朋友迷路。哎、欸欸，小朋友们，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光？应该没有。到刚打群架的地方来。我们在刚刚打群架的地方。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我有看到红色的光了，我看到红色的光。我看到，来那个看着光走的方向来，过去，过去。好。啊。发射脚跟。我拿着，哎、欸，你们导游应该要有一个电后吧？好扯哦。没有啊，我们小朋友会迷路哎、欸。OK。小菜鹅。左转。真的。小菜鹅跟着一群攻略组在玩。久了久了、欸，我们攻略组就是在旁边看，等到你们真的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攻略组才讲。就是那个密室逃脱，密室逃脱，你要按那个要给那个小金币。对对对 对, 對。可是我们好像也只剩下一张市长地图可以攻略，其他都没了。对啊。哎，我现在这边就很卡，啊、你们自己找一下。那我们又可以去做披萨了。我这边超卡哎、欸欸，对吧、啊？在哪里啊？我有点忘了。我这个石头已经是马赛克了、欸。欸哦，这是自己人。哎、欸，我是爬得上去吗？我只知道我滚下来了。旁边明明就有直直的路可以走，为什么你们要这边翻山越岭？好问题，问、题是因为我是跟着繁星走。我现在已经有点小晕，没办法、啊，真假的，哦、这款是真的、啊。我这款我就难得玩这款游戏居然会晕，我的天！啊，还是你那个敏感那个灵敏度调没有没有灵敏度调过了，其实没有很晃，但是不知道什么玩这款就是会晕、哦，好奇怪。我也稍微、这边可以哦，真的假的？你也是、啊？我也是我，所以我没什么在讲话，我已经有点晕了。完了，你们不能成为天选企鹅。我们宝藏在左下角哎、欸，对，一直拿着宝藏手好酸呢、啊。那我拿我拿，哎，这个跟着火把就有直直的路可以下去了，可以用撸的比较快。直接用蓄福头滑下去、啊、小心掉进海里再走回来就好了，没关系。有人掉耶！哎，这个要送回船上哦，这个要送回船上。我们走，我们走。好好，直接用走的。我们晕船的，我们去船上等他了。晕船的，晕船的，晕船的，晕气儿的，走了。晕了，晕了，晕了。晕船组，晕船组。哎，右手边，右手边，晕船组。哎，是要带回潜水艇还是带那个？那个带回船，小船，小船，然后潜水艇要启动它。好、哦、对对，好，宝藏拿过去了。啊，我们要去找那个很吵的企鹅。对啊，那很吵到底在哪里？忘记了。没有没有，在上面，在上面啊。团团拿，团团，你这样子很可爱。拿着这个。很可爱啊，我超可爱。耶、yeah ，小雨那个真的超明显的。
我就说是导游呗。导游荧光笔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导游走很慢，不用担心。我觉得他这一款真的是优化要做一下啦，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那他好像他是那个啦，独立制作游戏，就感觉他有些东西可以放少一点，然后让他顺一点的感觉比较好。他这款游戏省到连音乐都没有。对啊，他只有 P3 上有音乐，你们没有。可是其实蛮多游戏现在都没音乐的耶。啊，是哦。对，其实蛮多都是的。啊哦哦，小雨，你刚刚我们的人、人坏掉了。哦，突然变怪怪的东西，很气啊，怪怪的东西，你们是 SCP 吗？为什么会抖啊？为什么？对啊，你们有吗？啊，我刚刚看有，我刚看有，现在没了。在，连作者没来看电台吗？没有，今天没有。这游戏有作者吗？有啊，有有有。那旁边之前作者那边抖呢，作者去抖，超级留言，超好笑。哦，原偷烧导游啊！这这这，哎，哦，好大的洞，在这个槽里面有一个洞，来往下走。啊那只不能杀死哦。对对对，等下进去会看到一只很吵，那只要带回家。可以 QE 狂敲他头，他会敲晕。对，可以把他打晕，没关系。啊！哔哔哔哔哔哔！哎呦喂！来，请跟着导游走。这里有一只，哇！它这边是，这里是邪教聚会，啊、这边是邪教哎、欸！我不想，他们打人，他们超痛的，他们是拿小刀砍人。你在哪里啊？救命！你在洞窟里吗？洞窟里有在洞窟里。哎呀，被围了、欸！好，被围了。我去找，我去找你。我在基地入口。哇哇，那你走错路了。好、哦，那怎么办？你要走回来，刚找宝藏那边。哦，我刚刚把宝藏运回去之后，我一转头就没有了，人就死掉了。哦，导游少带一个人，对不起。我们来这个祭坛这里好了啊。没关系，那我们赶快把那只人带。好，那我们去把他带过来。祭坛。啊、哦，反正他会一直吵，你们要来看一只很吵的家伙吗？我要，你不会带过来吗？来跟着导游走，等下要带过来。哎，可是因为等下带过来可能是睡着的，所以要等他一下。哎呦喂，运气而组的可以先休息一下。那要先打，你们先休息一下。打一个 boss， 要打 boss， 小只的 boss。哎，经过你，过头了。哎，走。这个看看可不可以直接把 boss 电死，电晕。电晕吗？我那个、啊、雨伞可以打他吗？欸啊、你可以试看看，雨伞不行，雨伞就是雨伞应该只让你飘而已。Go！ 啊，雨伞的，然后这边所以我一直看你是坏掉的，你知道吗？左边，有个大洞窟，看一下，我现在画面好像到了，对对对，好吵、哦，到了，是这只吗？对，就是那只。没有，你要先试。我们要打红色那一只，对不对？没有、啊，不是电网，不是电网。充电。等一下，我画面现在好卡。我没看到洞窟。可以吗？哎，有有有，可以。没有，影院有没有前面？看到。哎，这只长得很像一个。不要打布丁器了。有打到它了。等一下，我把布丁器拉出来。这只长得很像那个，那个叫什么？应该死了吧？死了。啊，它是马达加斯加吗？马达加斯加，一只企鹅。对啊，很像哎、欸，他一直在看哈气耶，对吧？他跟着你，他会跟着你走，他跟着你，你就走就好了。他跟着你，他爱上哈气了，他喜欢你，给你，他是好了，打晕就可以，他就可以拖走，就可以带回去了。小心不要再揍到，会数掉。对他不小心会数掉。我是被谁抓住啊？我抓到你是不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们四个人纠缠在一起。因为他们在上面。上面来了来了，我们下来了。他下来了，他记得。下来了。一群人就是德加布。我们来了。他现在睡着了。你看那只企鹅超像马达加斯加那只的。在地上，他现在睡觉。所以睡觉眼睛是张开的。我帮他，好可怜。他等下醒了，我就让他吵给你听啊！哎，大家原路返回，等下撞到波波头了。
欸，走，大家回去喽，上坡关错是不是？可以滑一小段而已，不会直接滑上去。阿纪，你左右键同时按，然后 QE 拿雨伞的话，有没有比较快？哦，这太快！哇，这他吐了，他已经快吐了，然后往那边想要吐了，啊，完蛋了！我们这边有等下有一群晕船的人，没有这个任务啊，我就要先告退了。对，张斌，张斌应该就不会晕了。没有，我差不多了。他说不行，他们要不行了，他们要不行。我们这边一群人不行了，我有点累，跟这游戏有点没办法契合。行，没关系。跟企鹅没办法契合，不是啊，你跟企鹅没办法契合，听起来有跟企鹅契合，哎呀，好像很奇怪。啊！哎，这次真的没遇到小丑哎，小丑哎。对啊，小丑没有出来。我们上次，你知道，我们上次拿完那个宝藏之后，一走出来有一只叭不叭不叭不的企鹅，一直跟你叭不，好可怕，一只小丑企鹅啊，喂。不是这布丁今天怎么特别难拖啊？而且他今天很安静哎，你把他打晕之后，他就再也没醒过了。有啊有啊，他刚醒来又被我打晕了。刚醒来啊，啪！我们已经练就了超快把企鹅打晕的功夫。眼睛一张开之后，一个手掌就下来了。没错。睡的。喂！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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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那你们可以先去那个啊，你们可以先去潜水艇吗？那个潜水艇船上啊，对，我要去潜水艇。对啊，白痴是要去潜水艇等的哈，我们怎么跑来这种地方？右转就好了，等下直走右转就到了。喂喂，反正我拖回去，你们应该也差不多走进去。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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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走这里啊！是不是发现大家都把这些企鹅打晕再带走？现在打晕真的好难拖。他有改版吗？欸、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在更新，没有在更新、欸。就我们实况那一次改过而已，刚好就在我那天更新。嗯、哦，我发现有了，可以。这个企鹅啊，我被卡住了。喂，耶！啊，作弊！等一下，快到了。哦，这个是水路哦。嗯。哦，叮，听到一个叮了。有了，我把布丁企鹅带到那个，那你们可以去开潜水艇。好，我把它丢着了，不管它。哎，走了，好耶！嘿，上不去，走了。靠你们，我上不去。摸吧。啊！我推他。谁？哎，等下，真的是跟是我们推的白痴，真的假的啦？假的啦！碰到了，碰到假的。啊！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们两只企鹅可以推一个潜水艇？Are you kidding me？ 啊！潜水艇推出去了，救命！跑了，潜水艇跑了，后面还有人在追赶。潜水艇刚刚跟潜水艇融合为一耶，我刚好过来了，跟潜水艇契合。对，我跟潜水艇契合了。啊啊！我的天！哇，我解锁成就哎 ，Money Maker。多少钱？你没知道？啊，算了，可恶！你们不舒服的要先休息吗？我先休了，再见。再见了，企鹅。晕了。我们企鹅少一只了。少一只企鹅了，再见。还是有谁要休息？不行。对啊，你们如果不舒服，可以先不舒服可以那个。这还救不？那我就先开张比那一关，张比那关应该还好。哦。那张比是哪一个？张比是 survival 吧，倒数第二个吧。有三个 survival。你看沙滩，它图案是在沙滩。castle 跟 glabulado 什么，应该是 soul 这个吧？哦，是这个吧？对啊。glabulado。那这样我要把灯拿掉。哦。这个我记得近战武器要带一些，因为那个枪没有子弹，没有子弹。哦，对，没办法补子弹。嗯。我也休息好了。再见了，企鹅伙伴。真的。
带一个补血。对哦，可以带补血的哦。对啊，补血哦，公司包。补血要怎么用啊？就一样按左右键，再按一下左键。哦，那东西使用方法都一样，大同小异。查小雨啦！哦，薯条，你来了。这就是想办法活下来。嗯，没错。还有好几波的僵尸要打。哇！这是疯狂打架，我怎么突然变第一人？没事。来了，僵尸来了哦 ！Coming soon。绿绿的，反正他四面八方会一直走过来。僵尸起了，他不会掉东西，很亏。所以我没带枪。对啊，我也没带枪。啊，有枪，子弹自己有限制的、哦。啊，对啊，对啊，因为他不会掉子弹 啊。好。砰砰砰！这边怎么有一个锁啊？对，我也很好奇，这里为什么会有个锁啊？不知道，有一个浮在空中的锁。那可以？上位是不是解锁区域啊？区域吗？我看他气的好，我看他僵尸气的好卡、啊。有一些会特别卡，喂，那我这边目前都还蛮顺啊，完了，死了我，太卡住了，这边有个饲料啊，记得来咬它，幼儿，幼儿，它出来吗？你是幼儿哎，幼儿，啊，有有有，拉出来，拉出来。哎，抱歉，哎呦，哎呦喂啊，天女散花，耶，第二关，第二关，第二关，进奖了，哎，我死掉了，为什么？那你在哪里？我突然死掉了，喂，好可爱，好多只哦，好多太多太多太多，好多好多，我看他们只有十帧呢，有啊，有一些会很卡，没有。你们直接好卡，我刚刚是被哈基敲掉一半的血。他棒子怎么没有眼睛啊？他们变更强了，双哥。超痛！我死了，救我！哪里？有杰瑞救了。啊！我现在发现杰瑞你好安静哦。啊，杰瑞超安静。你是不是也很晕？还是你也晕了？你也晕掉了吗？没有没有，死掉了，救我！杰瑞被捅了。哎呀！我在中间，好像有点精彩，好刺激！不要！你抵过太危险了，不要打。你脖子好痛。不是不是，他感觉比较扁，范围比较大。我剩一滴滴血，把我打死再救我。啊 ！F R U S T， 可以升级哦，自己升级自己啊！哦，你说那个工作台吗？对，哪里？那个我们一开始旁边有个可以按 F 的台子。哦，我来了，我来了。全部增加升级速度。所以是大家一起升吗？还是右边的是那个？我是升完了啦，你没有点数吗？哦，有点数了。个人的那个人的。AMMO 是什么？弹子弹。啊？哦，子弹哦。那我要输出。输出什么攻速？哦，有哎有哎，好快快。哦，有了。哎、欸，不是，我离不开这个画面，正常吗？按着 play， 正常。我滑鼠不见了，滑鼠不见了，那你下不外去，你消失我之类的。哎，在哪里？没办法按了、啊。你在哪里啊？我在工作台旁边。哦、不行，有老板就起来了。Auto tap， 你还 ESC 呢？没有、啊、切床跳床看看，我把你打死再起来看看，有吗？没有、欸。我干嘛打小雨？哇，咨询来袭了，咖喱公。我是可以跳了，但是，哎、欸，我喂 ，Weber Five， 我看你就在那边跳跳跳，然后就把你敲死。我只能跳了，我只能跳了。好，我马上把你叫旁边。你狂打，狂打，狂战士。好，我马上打，马上就。好好好。啊，打到我了！按到，按到，不要按 F 一，不要按 F 一。不要按 F 一。按到 F 一，抱歉，我在乱吃东西。啊！就有了，就有了。哎呀呀！让我被咬一下就倒了。哎，我死了。他两只企鹅在叠在你身上。
啊，我死了！啊！我不，我不，不要，不要要半星！我倒了，我倒了，我倒了！哇，你怎么飞那么高？好多，好恶心哦！啊啊！我输掉啦！我输了！你输在哪？你输在哪？哦，没事，我们这边有三个人。我输啦！我输啦！三个人死了，这边需要救一下。没有人了。哎，我时间没了啊！你时间没了，哇！我时间到了，没了，我时间要没了。你在哪里啊？我没有看到你啊！我可以变成僵尸去找你们吗？不行啊，你就是一个飘着的人哎。哦，真的，哎，哈基，你可以把我拖到中间吗？我的视角在我尸体上，我不能动。没有，没有，没有，我按到，我按到，啊，死掉了，我按到，哎 ，no， 两个了，完了，我们死了两个伙伴了，走一起，走一起，走一起，而且我还不能成为那个观察者，我就在尸体上面，我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还可以收道具，为什么啊？你还可以收道具，为什么？这是世界的参差哎！啊，完了，我死了，哦，他这个好快，好快。为什么我救不了繁星呢？不用，繁星输了吗？没有，刚自杀了。哎、欸，为什么？哎、欸，哦，你刚自杀，那就没，那就不行了。哎、欸，我死，哎、欸，我尸体可以用这个喷射背包、欸，哎，也是可以喷射背包、欸，哎，你是摄影老师、欸，哎，为什么？好扯哎、欸，哎、欸，不过我先把我打死。哎、欸，我可以当一个喷射背包尸体、欸，哎，对啊，我不能用其他道具。可是喷射背包可以，我输了，我输了。哎、欸。啊、哦，有钱！我是一个会用喷射背包的尸体。喷射背包？怎么没有僵尸要暗示？对，要暗示。哦，完了，又下一步又来了。哎、欸，完了，繁星我也按不到那个了。完蛋了！完蛋了，又少一个人了。我往海里走。我去海里了，怎么办呢？好了好了，尸体到了。我为什么都走进海里了？小影怎么直接自杀了？我不知道。你去哪了？我不知道，我的画面卡住了。我要移动过去看你们。啊！是我刚按到 F 啊，我的人就走出去了。欸、他们都一直在打繁星的尸体，我的天哪、啊！哇！哇！哦、太猛了。这是玩不玩的、啊？你有带个喷射背包吗？我没有。我现在什么都不能滚啊！按 F1 吗？不行，按了就重来了。不要！哇，好多！我知道。哎呦，我死掉了！救拳王！救拳王！哇，太多！会很多，会很多。哇，他不要虐待尸体呀！我不能打他们超瞬移啊！哇，好痛！我被僵尸打屁股啊！哎，这画面好笑哎！我什么都看不到。这你像那个中国僵尸，你在上跳的哎，往前跳跳跳。我要跟繁星叠在一起。阿奇他们都在追你，好恐怖哦！啊！我叠过来，我叠过来了，尸体叠过来了。我好想看哦！你被霸凌啊，这个。啊！好好笑。王用烧到了。哎呦！哎、欸，我发现拿的那个叫什么电锯有效哎、欸，尸体可以用电锯。他们不是有电吗？我砍死一只，不是有电力吗？哎、我砍死两只，我砍死两只，这是死灵法师耶！靠你了，靠你了！哎、欸，你有带辣椒啊？啊电锯快没了，那、啊、就带什么？辣椒，你一直喷就好了。没有哎、欸，哎、欸，对我没带辣椒，啊、可是我带苍蝇棒。苍蝇棒被埋在沙子里了，这种我被僵尸叠在身上。你看这个僵尸，我都没有画面。死了！哈基被包了，哈基被包了。哇，剩下波波是不是？没有，我也死，应该是剩我的尸体卡住了啦。哦，所以我的尸体也卡住了。那 F1 吧，我是一个会飞的，直接离开就好了。F1 要再重打一次，好累啊。哦，就离开吗？哦，那怎么离开？直接 ESE 立夫哦，这款是一款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就觉得它的优化没做好，但是很白痴，但是很好笑的游戏，真的很白痴。哎，嗯，你做3000块，另外两个 Survivor 的游戏还没玩过，我觉得应该是一样吧，地图不一样而已，不知道哎、欸，那我再按一个 Castle 的看看啊，好，带辣椒。你们是全萤幕玩吗？
我全萤幕。哦，我是全萤幕。哦，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啊？不视窗。可是我刚刚也卡跟你一样的画面。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是那个啊，就是会卡。哦哦哦。哦，萤幕截图的声音。那我就不知道了。好了，那我已经到这好了。啊。再见了，企鹅伙伴。企鹅伙伴。我开喽。好的。好。所以现在是剩下一二三四五。五个五只企鹅，等一下，还有我，还有我，对啊，五只啊，五只啊，对啊，只企鹅，企鹅五只，好好笑啊！哇，那我们一开始三个人是天选之人，我们没有人会晕的耶，没有人约，没有人会晕的，嗯，哎、欸，有可能是因为我这边完全没有卡，你们画面有卡的，大概会比较晕，对。我把它调都调最低了，我是 OK。等一下哦，啊，这个好惨。哔哔哔，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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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哎。这是什么？哦、oh. ，Ready，Ready，Ready。看 Castle 的 Survivor 是怎样，感觉也是一样的东西吗？感觉应该是，感觉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一样的东西哦，只是更暗了一点。好暗哦！哎、欸，可它前面那个亮亮是什么？酷、哦，房子不是吗？房子的窗户是不是？喂，哎，有一个红色的，这次没有工具台嘞。有啊有啊有 啊, 有 啊, 有啊，在城墙一样的地方哦，看到工具台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按 F， 按 F，、哦、对，它按 F， 哦，哦，它这个石头可以穿呢，是假的、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神秘的祭坛？鱼祭坛？先逛一下地图，有音乐，那左边的这个台子，这是教堂，这就是我们卡关的一个教堂。嗯，蛮像的。那、哦啊、等你们回来吗？哎、等你们回来再按。嗯，我好了。对，教堂里面有音乐。好、啊。嘟嘟嘟嘟 ，Are you ready？ 谁先偷敲我一下？欸、白痴哦！怎么了？一样。又卡那个了，是不是？都不动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开始播出的时候不能在那个画面里面就卡住。我刚刚也是这样。哦，他们从城墙的那个走进来了耶，城墙，那这个就只有一边一边而已，他有那个城墙入口。哦，所以这要守守门，要不要直接先重来啊？哎呦，白痴白痴白痴、啊！好，直接重来。直接 F1 F1 F1， 没事，我也死掉了。太快了吧！哎、欸，怎么要 bolt F1 都打勾了，还没办法重来？我 F1 了。玩不了、欸，让他们让他们把我们戳死。我不戳人、欸，我要看 Bobo 被霸凌的画面。他们一直走过来，可是不会戳人。要打繁星呢、欸，来把我救起来！我起来，然后两口子就倒地了，打不到我是不是？对，哦、有他在桌子旁边打不到了。把他们挤过去。有啊，咬我，要咬我。什么东西？欸、不行，我还是死不了哎、欸！我力啊，打了，那就只能重来了。还是直接、哦、没有啊？你的叫声好大声、啊、哦！因为我在你旁边，我已经 Kelky 啊，而且我的画面已经全部，我是一片血。也是，哎、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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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这样好快啊，这样赚一千块，为什么？啊，没有，一块钱都没有，哎，他没有赚一千块，然后他给我没有，我没有。好啦，我们去玩一般的地图吧。好啦，我们去玩一般的，嗯、我们玩一张我们没玩过的，如何？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来一张看起来像是没玩。这张地图看起来比较亮一点，选这个好了。亮一点的。
我觉得刚刚应该是有写什么，刚刚应该是那个地图太黑了，他们才晕晕的。没有，还有那个会卡的话，一定也会卡，我觉得比较不爽。那些因为像我这边都是顺的，好像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好猛啊！他中间有讲说什么找到什么，什么大家跟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很棒哦，非常精辟的解说，客气。你很棒哦。Find the building and kidnapping， 要绑架一个谁？然后。要绑架了，要绑架了，绑架很累，最讨厌绑架，绑架他会一直把人家打晕，然后拖走，不知道要不要那个、欸，什么都会进不来吗？是他每次我改成全萤幕，他画面都会给我调成视窗，啊，哦，一直调，拜拜，哦，所以你还是用视窗吗？没有，现在。哦，雪球不能补，真的很可惜。那搞毛？没有。但看一下带什么。戳广告，不错。他是强制我用四双哎，为什么？怪怪耶，会是你桌面解析度设定的问题？没有哎、欸，那跟桌面解析度没什么，没差吧？肚子痛。今天大家问题怎么那么多、啊？今天不宜开台，刚好，我说刚好，差不多到这个时间点了，晚餐消化的差不多了，消化差不多。但他们真的很晕哦。没有，你要结束看我弟的那个。天哪！你在哪？我弟在滴滴相推。来看看。我没有看见啊，我不知道他声音会不会有。你没有没有，你结束再看，你结束再看。哦，有声音哦。可恶！哇，社死画面呢 ？Oh my god！ 好，那个小雨帮我略一下。好。这是台湾的吗？我不知道。是耶，是台湾的耶。我没有听到声音，我只光看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就死掉了。我没有玩过这关。小雨，你下次生日我们就这样子，好吧？不行，我看你们一直在原地跳、欸，为什么、啊？我好，我可以走，可以走。我哦，这张好卡、啊，不行，超卡。为什么你们不会卡？我有这张，我这张也卡。我只是看所有人都在跳跳跳。这张我也在跳跳啊。哎、欸，我正常吗？哦，城堡那边会卡，城堡那个方向，它那个它没有它的优化不好。奇怪，这款游戏真的是我的天选游戏，我完全没什么问题。没有，好棒哦 ！FPS 会掉。有掉 FPS， 掉超多哎、欸，对，有掉帧了。那大概只剩下20吧。如果会很，他们三个都很卡，你们换一张。有需要换吗？而且小雨，你知道，我看你会有时候是白，有时候是绿的，你知道？为什么？有又白又绿，这听起来好像对啊，你很像 RGB 耶 ，RGB 呀 ，RGB 器耶。我不行。观众可以帮我去看一下，就是我跟其他人的画面是不是真的差很多？你要不要来看？你现在直接来看我们画面，我走给你看。哦，等一下，我这里预战，我这里有点……哎呦，我死掉了！哎、欸，他们拿十字弩哎、欸！哦，不行哎、欸，繁星那边卡到不好哎、欸。对啊，我去看一下繁星炸裂的画面。没有，他的就是剩下十帧。繁星好惨哦，我的还有30。没有，反正没有。现在的开台的台有点多，我怕我不小心戳错别的台。我找到了，我要先吃繁星的广告。好赚哎、欸，繁星！好嘞，今天有一个人帮你吃广告、啊。你这画面好恐怖、哦！我上之前跟你玩也是这样子啊。啊，倒了！啊，你上次玩也这样？倒在哪里？对啊，我那时候说好卡就是因为这样子。前面左转有一个。教堂团、他们应该也是一样这样子，看到了，只是没应该没有我严重，那一定会晕啊，
对啊，也不是全荧幕问题。那没办法。那会是因为我这边是 host game 的关系吗？哦，可是你小野没事啊。我也没。我看 Jerry， 杰瑞一直被我被那个压扁了。没事，你们玩。还是没有，我们换别的图、啊，我换地图啊，我们换地图，换地图、啊。不是因为没有杰瑞也卡，不，因为我也卡。好、是怕玩到后面又突然给我跟之前一样，前面顺，后面卡。哦，现在是剩下半小时比较尴尬，不然就不会啊，不然就换找一张那个，再走一张就好。啊，我按到直接按到 host 的边，我去一下厕所。啊，我按那个卡，那我也要去厕所。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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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Host game， 我现在看可以选个什么地图。哇，那这样我们上次有过的一张地图应该也不行，因为那时候繁星也是超卡。好不好？就只有我一样。可是那一关就是有 bug 很多啊，又不敢进传送门那个啊。对对对。我回来了。欸，其实他往下看地图物件都很多欸。那我们就玩前面的就好了。可是他前面的就。啊，有啦有啦有啦，有一个应该可以的是那个，有一个在唱歌的那个家伙，赌、场的那关。哦，那关我是玩到后面才开始卡的。那这最后面的，对对啊。那这关我要带什么白痴道具的？那我重开一下。我这关好像不用带那个喷射背包。应该，我想一下哦。不用解锁吧？有点忘了。啊，开好了。你要不要重开啊？嗯，我吗？对啊，我刚刚整个游戏重开。咦、欸？因为那个，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Libre Game 了。你们加得进去吗？不行，我还没加，还在读，好像没有。哇，那我要整个重开吗？嗯啊。Yep， 进不去。好，重开 ，back back Libre back， 还是那个。你繁星，你要不要试着主持看看、啊，会不会是真的是主持的问题？你要确定呢、欸？那个比较像是他游戏优化的问题。好玩游戏，应该就是画质拉低，然后什麼我拉到最低了啊 ，low 了，我拉到最高、欸。怎么了？没有啊？我再 hold 一次。好，你开开 playlist， 然后是哪一个呢？King Darker L2 Pumpkin 有了啊！我想到，你知道，我们如果真的都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一招，我们就从头到尾都在玩披萨。太P了吧！直接从头披萨到结束，闲聊到结束。好了，插戒侣。好，等一下，加入，加入。换个武器，等一下。好，这一关应该是要绑架一个人，要绑架一个唱歌的企鹅胖子。你好坏哦，接驴。OK。你跳，会卡吗？会卡吗？不会。目前没有，目前还好啊，我卡在哦，因为按钮哎，没有，这个是
绿色的门可以走，红色的是还没开。爬到我身上，我想把你拉丢到那个火车底下。哦，电动门，电动门。哦哦，黑手党，黑手党哎、欸，超凶的，好帅哦。哎呦，只是丢飞刀。好耶，扑克牌啊！我是丢卡牌，我是手里哦，扑克牌哦。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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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哦，他飞远了，欸、飞好远了。紫色的哎、欸，我空气炮。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冰淇淋的关系，冻伤之类的。冻伤了。冻伤。因为它变紫的、啊。不是啊，那个包包你怎么了？还活着吗？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安全，安全。哎、欸，真的哎、欸，它会变紫色的哎、欸。啊。可是就是变成紫色了，就变紫色没了。刚刚谁被电了？哦哦，逼迫我从天，直接偷电！哦，那那那那那那，哦，你为什么要跑进来？我是被挤进去的。你刚刚体验了冰火冲天，你知道吗？电子弹，我电子弹。这边有这个哎 ，can of sudden， can of tuna， can of salmon， salmon， can of cod， 冰猫 ，bottle of nutellan。走走走。哎呦！拿起我的大刀！哎，有了有了，哎，我们好快哦，一下就到了。哦、我们就是绑架他，我们可以坐着那边听他唱歌。啊？怎么坐啊？怎么坐？就站着，没有、啊、就卡着，站着啊，假装坐着。啊！哎、欸，我被发现了，什么白痴哦、喔，那么大声！真的？哎、欸！我就把他打晕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跟他要跟他沟通啊，跟他沟通。好，那你跟他讲，你跟他讲。我们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哦，他尖叫了，好了，你可以了。好，你可以跟我们来了。把他拖走，把他拖走。好，走走走走走。哎，离开这里，这里太吵了。我在哪？我看不到我后面。有，我在拖他，我在拖他。走走走走。喂喂。哎呦！我被电到了，我倒了，我被电到了。你被电到，你在地上跑、欸，哎，超好笑。对啊，醒了。对，我又忘记带苍蝇拍了。没有，现在抓着它了，没差吧？嗯，没差没差，走走走。哎、欸，杰瑞呢？哦，我在前面，我在前面。我在前面。你小雨怎么跌倒了？我被电倒了。我被电到了，我被电到了，我被电到了。你在后面是偷电的，你在偷电，我听到声音。等一下，我要讲一下，作者又来抖内，这很危险啊！把它放在这里，先把它放在这里。等一下 ，Thank you donation， 是这样讲吗？英文 ？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Thank you for your donation。哎，先别往前拉，前面很危险，他会被打死。前面危险，真假的？我先控着。哎呀，不要拉我，不要再电了啦！不要再电了，他又倒了。我表演给作者看一下这款游戏怎么玩。This is how you play with your frien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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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电人怎么讲？那个。Magic。哦，这里就开始卡了，是不是？没有啦，刚刚讲啊。哦哦。作者会这个。啊，有人拿他吗？没有，没有哎。你不是不要拿吗？没有啊，因为我看前面有没有人啊，前面没人。哦，我去拿，那我去拿。没有，我走回来了，我走回来了。我拿女人，我拿。他在抽搐啦。有吗？我看没有，我看没事。刚刚在那个墙角抽搐，救命啊！啊，没拉倒，怎么都没有人可以打、啊。对啊，还是我们走错路，数光光了，数光光了。我不太记得路在哪里。直走，直走。那边吗？啊啊！好吧。好吧。凶手就是小雨跟波波其中一个。包宝啦。是谁？他拿平底锅啦，扣一声呐。平底锅把他敲死了。
哀中，哀中，不记得。I have no any idea. I have no any idea. Okay. Okay. It's not my fault. Okay. Yu Yi， 来了来了，武汉的大军来了。还是叫柱子来跟我们一起玩好了。你叫他来玩，他直接 pew 过去。他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多么荒唐，一堆 bug。去哪里啊？这边啦、啊。开发者应该自己都会有玩。不是啦，我说杰瑞啦。啊，没有啊，讲到那个。哇塞哇塞，你一刀一个哎、欸，好扯哦。你不要惹他哦，你不要惹他，你真不要惹他哦。可是我刀只有15把。啊，这边这边，救命救命救命！啊，不是，你看得住吗？我报仇！哎，不救我不救！为什么你有那个啦？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盾牌不是吗？应该就是这是盾牌而已吗？那是盾牌举起来，小雨举起来，举起来，你有办法举得当？啊，滑翔翼吗？飞的啦，它是滑翔翼啦。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盾牌，可是因为他拿起来的那个姿势太怪，好像准备听他唱歌了、欸。快了快了，我们又可以再听一次了。在前面两个转角位，喂，敲啊，在打啊，啊我没有打近战的，我定了在定啊，对对对对，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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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那个啦，先把那个那边的。心都干掉了，我一直唱着我的。OK， 我唱着。来来来来来，开始唱了吗？开始唱了吗？我打了。来来。滚了。闭了。哈哈。有了有了有了。唱了又在唱了有了有了。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哎哎哎！是狗屁是狗。他吓到他吓到他吓到光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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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哦、我看到前面、欸、那不是杰哦，我看到那是杰瑞吧？哦，在这里啊，不是啊，前面有一次啊，有啊，输了，啊，他醒来了，他醒来了，他醒了，醒不醒？是走这里啊？有，好暗哦，来来来，啊，波波给你搬，好好好，嗯，哈哈哈哈哈哈，哦，又卡了，哇，对你那时候也是后面那，也是到后面这里开始卡，啊，这里很多人哦。哎、欸，好，没事，我保护他，我保护他、啊。快到了，快到了，没事，没事，快到了。等等等等等，我来了，我来了。这些人都烧不死。应该不会有榴弹打到我。会，哦。你小心。曾经有榴弹打到我们 NPC。对，曾经有榴弹打死 NPC， 就跟那个厨师一样。啊，你要现在看他吗？他来了。来了吗？来了吗？我要去摸那个水晶。他在追我。欸、我电他输了，他输了，他输了，他输了。我想电呢、欸。阿波嘞，阿波嘞，可以过来啊！我被那个椅子卡住了。没事没事没事，他死了他死了。这里就是这边进去。我被电到了，喵啊！好奇怪，这款这个东西就是拿来电队友，因为数不了。开了开了。这边吗？这边吗？没有没有，进去开完了。哦。但是按一个按钮啊，我们等下去那个什么 tree， fish tree 还是什么 ？fish tree， fish fish tree， fish tree， fish tree， 对啊，这就是一开始有很多黑手党的，对啊，我们要走那个 fish tree 那边。fish tree 是哪个？这里，门上有写啊，门上有写，这边，对，赶紧走的这边，钻进去，我好怕不小心戳到那个，又戳到 NPC 了，真的。我先压着他，他敢，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你先回来，你先回来，你先回来。
等下大家收起手上武器再经过哦，很危险的。哎、欸，我的这家伙醒了。那在左右 Q 一他 ，Q 一他 ，Q 一 Q 一打他，光速 Q 一打他头。啊，有了，他被球打晕。刚刚是我雪球帮他被雪球打晕。是我要放开，我要把手放开吗？对，要放开，放開然后 Q 一，因为给他最后的疼爱，只是在摇晃他而已。哦，醒一醒，你给我清醒。哎、欸，我扭。剩没几只吧？啊、哦，有了，打完。北京，要来拿水晶。哎、欸，它可以照出我的猫耳朵哎、欸！哦，真的摸好摸了就不会卡了、欸，好神奇哦！说这个神奇的水晶，对啊，神奇的水晶。当时也是说好卡，就摸了这个水晶后就好了。对，摸了水晶就没事。到底为什么？是神奇水晶之力哦！哎、欸，走，哎、欸，有了！等一下，在哪里？我们还没到。没有，我们已经没了，画面渐渐没了。因为这个人还没到。哇！哦，就少过一个，少加一个 bonus， 没关系啦。哇！美术啦。加1800，我们再挑一个，好像可以最后一个、啊。我知道，我们可以这次去过那个火车，嗯、然后我带空气炮。哎、欸，嗯，好啊。他有要锁吗？我有点忘记了。可以带个锁，我有带。好啊，然后我一直忘记带餐饮拍，我要带餐饮。然后讲一下，那个会被搬动碾到啊，掉到那个铁轨下就要重来了。好、哦、哈、哦，所以上面各位小心头部，哦，小心头，手要全程拿着雨伞，这最危险吧？啊，对，你们要，可是我们那时候是不是有带那个？我那时候是拿喷射背包了，对，喷射背包，最安全是喷射背包。算了，跟着你们一起走。那我要拿着危险的滑翔翼，人家飞飞都是飞出去了。哦，这滑翔翼真的超危险！哦，有妖精呢！哦，突然炸开，完蛋了！没带空客，我这次没带喷射背包，我不知道过不过了。可以吧？他真的一摔下去就可以坐着看了、啊，就直接熟掉了。哦，我飞起来了！好危险哦，那个独木桥呢？那个好嗨耶！喂，哦哦哦！我等一下，我不是武器，下去。啊，原来是杰瑞在这里。杰瑞，我不知道，我这怎么跳不过去。哎啊，毒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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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你不能碰到水了，我死到前面。你死在里面了，我们要用毒气没人才能救你啊。没事，应该来得及吧？哎，我中 bug 嘞。哎，你中 bug 了。我掉到其中一个车厢里面，但那车厢是不开放。好猛哦！而且他这个应该用喷射背包来出的来，但我刚忘记带了。可小雨，等一下，我被关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还要读是不是？你们有毒吗？完了，剩下杰瑞了。你姑也死了吧？哎、欸、哎、欸，我按 F 都没笑，为什么按 F 没笑？哎、欸，我在山里面呢、欸，我怎么办？画面好红。死完了。F1 怎么了？可是我想要重拿过去啊！还是要立服。牛蛋。嗯。我死呀。为何？都是。看一下，我再重厚实一次。输完了。我们退出吗？退。好。好，对。我靠！整个穿到车厢里面，然后根本没有出口。哎、欸，我觉得滑翔翼蛮好用的。哦，差200块就可以买喷射背包。哦，差一点点。好牛！就差一点点。哦，我开好了。好贵。来了。也是最贵就是那个，后面真的就是。
看什么觉得有趣就买啥而已。你只要一直打工赚披萨，你什么都买得起了。真的，我们就一直披萨致富，或者一直是去找厨师 speedrun。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好急呀！有人呐、啊，有人呐、啊！我要拿菜刀打。我搞的，可恶，没打到。哎、欸，你小心，一个一个上楼。上楼梯最危险的。哦。我脚卡住了，你脚卡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不是、欸、你卡住，你要救我，你是喷火哎、欸！完了！我们是你喷火，不是我喷火的、欸。我就是去，阿波去哪了？掉到地底了。哦，你掉到铁轨下面了。对，哇 ！You die！ No！没事啊，没事啊，这个也不一定过得了，不用紧张。哎、欸，我要怎么去看到你们的视角？全部都是看山、欸。没有，这张超难的。啊！我要赌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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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气。哈哈哈！我死了。是不是要重来了？还是还没？这到底怎么过的、啊？好猛啊！没有，那时候就是慢慢来啊。又重来啊？不是啊，左边明明就可以走上去的。啊，有吗？有啊，我们那时候是玩。越过毒气室呢？哦，真的吗？我忘记了。我在上面，主要是刚好有山洞的关系吧，过山洞。超好笑！啊，怎么办？被山洞压没有用，他没有用啊。对啊，没有打断了，他没有那个，我走了，要不然等所有人死光才有。那我跳，那我跳再立，你去跳一下。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把这款这一个张地图给破完，这一张过，然后结果到11点都还没有。哇！我们上次往后其实蛮快的，一直飞过去就好了。是没有那个、啊，你们都死完了吗？还是我们当成 easy mode？ 不是吧？可是我觉得真的没差、啊。对啊。他只有那个那、啊、只有人的伤害而已啊，那个根本就没差。他是不是没有结束啊？我们是要立服啊！我这边立服好了，我这边已经重开了。好，这游戏，是不是很多 bug？ 是有点好笑啊！我不小心按到立服了，白痴哦、喔！没有立服啊，因为没有立服啊，要重加。没有没有，我是加入之后又按到立服。哦，你又加进去，又再推出来。对，怎么就这样？哦、好狠啊！打我啊，笨蛋！来了来了 ，biu biu biu， 蕊了来了，来喽来喽，来你们先走，要，喂，可以用飞的。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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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我啊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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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哈！喵哈！在飞！没有没有没有！我喷射背包，我起来了，我起来了！在哪里？我在分点来。我在火车最后一排。所以你还活着吗？对对，我刚刚在滚到最后面之前，我飞起来了，啊、好累啊！我想有啦，他上侧面有一个飞啊，他上面有地方可以走啦。有啊，可是会有那个、啊、会有山洞，所以要对要进山洞了，要来进山洞了。是谁下去了？我下去了，别下去了。完了完了，我要进山洞，我过了毒气室，我过了毒气室，我过了毒气室。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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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观赏山洞里面的美景。不要！哦，好好好。没事没事，还活着。有在最前面。喂喂，那山洞都来得很突然呢。那对啊，等一下又要山洞了。
我觉得这关滑翔翼比喷射背包好用哎、欸。嗯，可是你因为它平完了完了，我来不及了。我刚是靠喷射背包我才有办法活。山洞要来山洞了，我要先躲山洞啊。接下来，接下来。嗯，不要打我了。多久啊？这山洞。哎、欸，可以走。走喽。啊，那个没有看到那个。还没，还没。那个还没，还没。哎、欸，上面特难走哎、欸！我现在视角是跟着火车屁股在往前，我还在跟着火车。哦，完了完了，我看到不下去了。拜拜，我看不下去了。是哪里呀、啊？火箭炮？哎、欸？哎呦，烦哦！好烦哦！没输啊！还看不到画面哦！我追上火车了，回来回来回来！哦，完了完了完了！有人不下来了，不下来了，永不死的。不是这次的怎么那么长山洞啊？上次有那么长山洞吗？哎，很美，受不了，心态没了。心态崩了，心态崩了，过头了。那我们哎、欸，我真的觉得我们三个人好像过头了、欸。你们真的是很冷枪耶、欸，真的是选弃儿哎，那选弃儿，没了，心态没了。啊，这个这里没有啊。前面这里，前面这里。我走下面。对，在下面啊。对，有，我在下面。啊！没他了。你回头放撞稿了。哎、欸，山洞啊，山洞啊，我先晚一点再下去上去啊。好笑 ！What？ 这空气炮真的打得死吗？刚你们两个了 ，What？ 不知道哎 ，What？ 你什么东西？你卡在这边 ？What？ 刚刚过了，过了，过了。哈哈哈哈哈！啊！来了，喵来了。喂！按这就不用按前进了。哈哈哈哈哈！Q 一啊 ，Q 一啊，来嘞！一直走，来。哦，你打到里面嘞！听到他们受伤的声音。哦，我看里面很多人，里面很多人。对啊，对啊，我们上次就在里面很多人啊。然后再来，我看到他们，还有一个是拿格林机关炮，然后哇天哪！不是，我只有十发，我要回去捡。没了。哦，还好路上子弹没有弄。对啊，我们都没见。里面是一个邪教语，就只能用空气炮这样打哦，好累哦。难怪他要叫你带空气。那空气炮伤害很不够吗？对啊，我感觉很悲剧耶。感觉很悲剧。捡不起来，算了。里面都还活着。你是吃辣椒看可不可以吐到？对啊。你吐吐看，吐吐看，我被看。我吐过了，没有。他刚吐了，他刚吐了。哇，零。那是空间。里面的人听着，有没有？最好是赶快出来。哎、欸，大蛇，然后都快死了、欸。是两只，小只的剩两只吧？对，没了，对不对？还有，收子弹了、啊。还有两只。嗯，那还够啊？有没打到啊？有打到，可是还活着，还剩一只，我要去捡子弹。两只，这个游戏好奇怪哦。这里是不是有？对，空气炮六发应该够吧？可以按那个按那个右偏右边。哎、欸，我的火车突然没声音了。我这个声音播完了，对，播完了，我真的音乐播完了。他们两重在一起，后面那只好像没死、欸，哇！对啊，好，我没子弹，打不死哎、欸，为什么啊？你敢不敢来前面？我子弹有些，你存好了。好，换一边，我后面先捡一下。嗯。这，哎呦。哦，这边没子弹可以捡了。好，我先把这六发打掉。喂，还有，可是我们任务是有要动它吗？第几个、啊？是不是那个 option？ 嗯，
有一个是那个、啊、Bring the Cursed Fish 啊，哦对，里面有一只，里面对，里面有一只鱼。哦，那我们要怎么进去？就是可能要打死他们才进去。打死可能就可以。啊，没子弹。我看到，我看到另外一只的我哎、欸，他也在地底。另外一个你，他也在地底里面。你找到你自己了，你灵魂出窍了、欸。对，我灵魂真的出窍。看到另外一个你了，危险了。事实上也是灵魂出窍，因为毕竟我死了。是没错。还是就是要从这一面嘛、啊。啊？你说他没有过来、啊？冲击炮的吗？对，冲击炮是要从另外一面打。他没有过来啊。打这一面墙，打一发看看。好，现在有12发。外膝盖。啊，只有哎，这里还有。卡头。卡头。OK， 16、16、38。修的。要先这边先打一发。刚刚那个最后那两只好奇怪哦。他们就叠在一起啊。这边先打一发看看。你这边就看不到啊。对面墙没有，这边对着墙打一发看看。嗯？哦，忘记充子弹。Reload 好、啊、没事那你要不真的是要把他们打死你知道用飞回去的可是快动快动等一下等动过了再说等那个动红动这边的怎么了好奇怪好了过了没有我在火车上面还会摔下去还不能重来我看到你的背包分离了、欸，好恐怖！那你从头上可以打他哦。哎、欸，对耶，对、啊，会不会不够？我看，我觉得太远，够远啊！还是旁边有门，你们有办法从侧门？嗯，什么叫侧门？你想一下侧门，这要怎么下去？你想一下，这要怎么去啊？侧门，然后背包之类的，好像要进洞喽。好。我看到有射到他，但是问题是他感觉好硬哦、喔。然后打一只，又剩一只，剩一只。对、欸。没有打到哎、欸。没有。哇，是太远了。啊，他这超近的哎、欸，怎么太远、欸？有了。哇，最后两发。他感觉要抽动一下。没了，没子弹了。太夸张了吧！这个到底是要砸底下？坐着、啊，走了，来去最前面的。坐着是。好，去滑翔翼了。上一次坐着来的时候也是这个，在刚好在玩这一关。冲啊！不然就是我们下一次要一堆人一起拿着空气炮。那我直接走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哦耶！我过关了，我也过关了。哇，你可以买喷射包包了哦、yeah。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血呢？有吗？没有吗？有吧？没有吗？有有有2000块。好呀，我也可以去买了。耶、yeah ！给你10倍。其实这一关要速通是蛮快的。啊！你说直接飞到最后吗？没有，就拿那个滑翔翼啊，然后就一直往前一直飞就。好了，10点了，好，可以休息了。咻咻！我要生气了。企鹅，这真的是要天选企鹅才有办法玩。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玩得很开心，想说耶，我们要找大家一起玩，结果大家对，结果就晕车的晕车，晕爆，主要好玩啊，卡爆。对，但有点卡啦，对，就是有点卡的。我觉得可能就画质跳低吧，它因为它优化真的没很好，是没错。嗯可能看以后会不会再跟他、哦、完成了，因为他这款游戏也一年多嘞，他七月、去年七月上的游戏。Hello， 嗨，没有，我是在跟作者 Hello， 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一年了，One year， 一年了。可是他感觉就是独立制作，然后感觉没看到、没看到其他那个。他最近也有在做更新一些啦。哎、他现在其实有一个 Post Office， 还不知道未来会开放成怎样。对啊，不知道会开什么。哦有，应该是会持续做吧，嗯，应该是吧。关台啦、我要去滴滴了，关了。啊，今天好累哦。哎，好想买 Switch 的斗阵，但一旦应该没人玩。为什么狐狸是要买 Switch 的斗阵呢？有人要护心吗？可以跟我小号互，会可以，要不要打喽？
现在有点晚了，那我找别人，拜拜。还要打什么？嗯，啊，没有，我还是先关台好了。感觉我以为那状态真的好差，我今天说话就很生气，妈的。今天我没有睡嘛，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说，因为我的额头那边有颗，不是额头，应该说眉间那边有个痘痘，超大颗。然后之前都是一个，就痘痘都长在那边，而且都是非常大的。他去找医生，他今天是一个女医生，我就说我要来这边打针。他说这个不能常打，欸，就是怕是养成习惯什么之类的，这个吃药就好了。他说除非你是什么新郎啊，明天要结婚啊，为了什么要给东西的，然后就是说那个建议不要常打。然后我说我也才就是大概一个月两个月长一次，就是都特别大特别浓的痘痘在那边，然后就是坚持要用开药的。然后想说干，我的头，我的那个痘痘已经很超级痛的那一种，然后他叫我吃六天的药，我就说哦好难过。要测试新功能吗？什么新功能？测试什么新功能？对，所以现在就是要吃两天的药，我六天的药。好啦，测什么新功能？你说 host 吗？那个还不会啊，你会吗？那个我不会揪，要怎么揪？那个。西亚是有传一个东西啊，可是我现在状况不好，白天吧。如果让别人可以导到自己的频道，点开右上角头上，点击设定，社群方法一，哪些人可以？哦，这个我试下用好了，对吧？你会用吗？干好扯哦，早上早秀秀完他不玩，跟我讲说要去休息，就玩到一半的时候又跑进来，我说哎怎么还没睡？那就后面嘞，后面又啊算了不要讲了，不讲了，好扯哦。好啦，大家晚安啦。我介绍又说一下，我之前知道有这个功能已经开了啊，是没有去研究，没有时间研究。好啦，大家晚安啦，拜拜。收台。